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SC 游戏情报组，我是你的游戏探员 Libby。 今集会继续为大家重点介绍八至九月的最新中文化游戏消息，想知道有什么新 game 就继续看下去啦。除了上集介绍的忍者龟新作之外，8月25号还有三款新游戏推出，其中 F1 车队经理2022是获得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官方授权的模拟经营游戏，由 PS4、PS5、Xbox One 和 Xbox 的 Series X 版本给大家选择。F1 车队经理2022采取了以往竞速比赛里面比较少见的经营模拟玩法，玩家将要扮演 F1 其中一个车队的负责人。在2022年 F1 赛季里面，车手和工作人员阵容挑选自己最喜欢的成员，你的最终任务是达成赛季和长期目标，确立车队未来这几年的成功基础。在各项赛事期间，你需要在总部掌控车队的每一个环节，包括车队里面的明星车手和工作人员的表现，确保车队持续获利，同时划过对手阵容里面的人才，在赛场上开拓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了。除了经营之外，玩家也需要负责决定怎样改装 F1 选手所揸的赛车。你会拣开发各方面都好平衡的系统，定还是将特定和性能表现做到最好呢？因为这些都要由你去决定。除了这样之外，你要在不同的赛道收集和分析赛车数据，例如是几时要入维修站，是否要换胎，车手进行的策略，天气的变化引起赛道状况等等，都要由你制定策略应付瞬息万变的赛场动态。F1 车队经理2022的模拟经营系统，再加上超逼真的比赛场景，俾玩家感受到自己绝对不是玩游戏那么简单，更加是真正成为车队中的经理。想体验真正一支车队是怎样运作的，你一定要入手了。一众乙女游戏 fans 久等的 Cola Malis FD Cola Malis Unlimited 亦都确认在8月25号正式在亚洲推出 Switch 中文版了，限定版内容物亦都非常丰富，有玩过 CM 的你绝对不可以错过。由 Idea Factory 旗下乙女游戏品牌 Automata 出品超高人气作品推理冒险恋爱游戏 Cola Malis 推出了续集 FD，内容包括了后日谈和丰富的追加剧情。本篇故事是讲述一宗在新宿发生的连续凶案犯罪 X-Day 事件，身为警察的女主角为了解开事件的真相和除开危害自己生命的项圈，和各自为了不同原因信念而追查事件的五位男性角色一起展开搜查。作品结合了推理、悬疑、恋爱元素为一体，丰富剧情再加上插画家花入不下精致又个性鲜明的角色，推出之后大获好评啊。 FD 内容包括了 Interview、 After Story、 Side Story、 Advanced 四部分的新剧情，除了延续了 CM 本篇的故事，还有丰富的外传内容。至于声音阵容方面也都非常豪华，有新田诚一、美见贵、齐藤壮马、浪川大辅、小野有树等等坐等。一如以往，今次 FD 亦都推出了限定版本，特点包括特制外盒、附中文台词本的广播剧 USB、 特典小册子、角色书签、阿克力立牌、扣卡、发圈，还有预购的特典明信片组，各位 fans 快点买啦。介绍完最后一部同样在8月25号发售的中文版新游戏啦，1997年在 PlayStation 上面推出过的 Square Enix 名作 RPG Saga Frontier 今年出了 Remaster 版本，不单止可以在 PS4 玩， Switch 的玩家都可以玩得到。 Saga 未拓领域重制版追加了角色、事件和图像升级等等各种的新元素，重制版加上新主角优斯之后，总共会有8名主角，每个角色都会有不同的结局。透过 Saga系列独有的自由剧本系统，玩家可以自由选择和行动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另外，利用掌握新技能的闪悟
同同伴一齐持续攻击嘅连携系统，可以体现到戏剧性嘅战斗。除了沿用了原版图像风格之外，新版本亦提高了图像的解释度。今次新增了 New Game Plus 速率调节、剧情一览和可欣赏游戏 BGM 以及精美插图的 Library 等等，这些各种便利的功能，玩家可以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之下体验到 Saga 的 Remaster 版本。买游戏的繁体中文实体版还有小惊喜，玩家会收到双面印刷制作的双封面，除了有基本设计的封面之外，还有以8名主角的插图特别设计而成的封面，绝对值得收藏。跟住下来要介绍一套在9月9号发售的单人 FPS 游戏《断钢》，由小型独立游戏团队开发，为你带来老派动作片模拟体验，个性十足，由 PS4、PS5、Switch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X 版本给大家揀。断钢的灵感是来自于 Bullet Time 系统的代表作之一 FEAR， 还原了这一部经典作品的那种高速机动的战斗氛围。除了可以利用放慢时间流动的技能来完成各种高难度杀敌技巧之外，游戏都提供了灵活的 Puzzle 系统。游戏入面玩家将要扮演女主角 Steel， 故事是讲述了她昏迷醒翻的时候发现左手已经被斩断，最后成为了一个敏捷的独臂神射手。由于只是得一只手臂，所以玩家是没办法实现一些 FPS 游戏常见的操作，例如是装弹药或者是换弹夹。打空弹夹之后只可以将枪掉出去掉人，之后必须要在敌人身上寻找下一把武器。虽然换武器是受到限制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女主角的灵敏程度。玩家可以自由操控角色闪避子弹、飞檐走壁、翻身、滑行，尽量结合所有技巧在猛烈爆火之中打倒所有敌人。在破坏力十足的枪战场面入面，游戏的配乐亦都非常带感，配合住激烈的节奏，相信一定可以带给你一场相当不错的 FPS 游戏体验。今集先讲到这里，下集陆续有更多新游戏介绍给大家，不要忘记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我们，再按旁边小钟仔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